请问一下，赖清德总统，你当立法委员的时候，有没有提案撤回中央政府总预算？你当立委的时候，你可以提案；你当总统的时候，立委就不能提案，连治水预算他们都退。柯总召，赖清德总统，请问一下，你们忘记了吗？现在呢，民进党政府呢也是铺天盖地哦，来这个谩骂，好，来抹黑在野党，好，退回中央政府总预算。过去柯建铭总召他就曾经对外说明，他说对总预算案有意见的时候，有几种处理的方式，包括退回总预算、修正、说明、通过或择期再议。好，所以柯总召，你当了那么久的立委，当了那么久的总召，你都知道对总预算有意见的时候，事实上退回总预算是处理方式之一。请问一下，为什么只有柯建铭才能做，而其他的在野党就不能做了呢？请问一下，赖清德总统，你当立法委员的时候，有没有提案撤回中央政府总预算？你当立委的时候，你可以提案；你当总统的时候，立委就不能提案。请问一下，这是哪门子的民主？这是哪门子的法治？当时他们针对的是98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有哦，包括石门水库及其集水区整治计划第二期特别预算案退回行政院重编。所以你可以看到，连治水预算他们都退。柯总召，赖清德总统，请问一下，你们忘记了吗？我们是要求政府听从民意，要照顾原住民，要照顾农民，要照顾医护界，要让百姓有享受医疗的这个权利。民进党呢，今年做了什么事？明年的预算宣传费用大增65%，这个才是最大的诈骗集团嘛。我们要求退回预算后把这些砍掉，把这些钱拿来做真正有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真正百姓在乎的事情，而不是一直拿我们的钱在洗我们的脑，拿百姓的钱在洗百姓的脑。退回预算刚刚好而已。各位，今年度的预算是去年审的，通通有钱。我们现在审的是明年度的预算，是要到什么时候才审完呢？最快今年底，可能明年初才审得完。所以现在讲说什么地方没有钱，什么地方这个补助都没有了，这个叫做胡说八道，这完全是造谣。